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不是偷看我那个表格啊？ 算了，也可能是巧合啊。是。真的是巧合。是，我喜欢你。 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你喜欢我吗？嗯。如果还是定局，擦肩撞出甜蜜，让我平静的心泛起涟漪。明天的天气。 天晴或下雨，全凭你。与其确定，你逃避还是入侵，为何若即若离？总是在不经意中能偶遇，牵你的呼吸，看你的神情，能不能感应？想再依在你的心。 归一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司徒墨。 你要迟到了。 微信都没有，也不问我到了没有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橙汁广告，好像说赶着推新品要选丽娜姐的方案，马上开拍了。什么时候啊？需要我们过去帮忙吗？这个还不知道，等等吧。不过我还挺想去的。
毕竟这个林芝村那么少。喂，等谁消息呢？这么激动？吉儿，如果说一个男的跟你确认了关系之后就变得很冷淡，那他是不是恋爱高手？那你先告诉他是谁。还没好啊，郭姨。哦，江教授，您找我啊？哎，周兰。他怎么也在啊？啊，没事，先坐。来，一米，回去休息了啊。来来，夹着尾巴，来，回去睡觉喽。哎呀，好好待着啊，一会儿再玩。哎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就这小猫，昨天可把我给吓坏了。不过这一缓过来，我发现啊，真能吃，一顿饭吃一条鱼。江教授，您是让我给小猫交生活费吗？哎呀，不是不是。哎，郭姨啊，你和司徒同学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对啊，你又来找表白成功了吗？又没成功。哎，今天早上成功了。嗨，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啊？我们实验室终于有人知道谈恋爱喽。江教授，我也知道啊。你那帮女同学写作业的不算。为什么不算啊？你牵过手吗？你拥抱了吗？你接吻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吗？你笑什么笑？你就知道。江教授，你看吧，他也不知道。郭姨，告诉他，表白以后都发生什么？告诉他，告诉他。上班了？啊。她今天化妆了吗？怎么好像特别漂亮？子墨，你要迟到了。早点回来。郭姨，郭姨，孙姨表白完发生什么了？那么短时间，牵手了，拥抱了，接吻了，都没有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他什么都没干了。苹果，我知道，喝醉那次吧。好吧。